晚上呢，桃园机场来了一批美女佳丽，这50个国家的地区代表要来台湾角逐2011年世界比基尼模特儿，个个呢是超有自信，有些人呢还是第一次来到台湾。挥挥手，50名佳丽穿着轻便，露出修长美腿。这次要来台湾参加比基尼大赛总决选，刚结束大陆巡回活动，最后一站要在台湾决胜负。中国之后台湾行，对，中国之后就要台湾。对，我们去了中国很多地方，北京、南京、烟台、徐州，还有天津，然后我们来这里。I say about Taiwan, many things, many good things, and I'm here, I'm happy. 摆起 pose， 自信满满。来自50个国家代表佳丽，个个都是强棒参加。这次横跨两岸来到台湾，展开为期13天的活动，选出前20强。至于谁是下一届世界比基尼模特儿，9月3号即将揭晓。中天新闻床祝华桃园采访报道。